我们今天来到 San Antonio 的海洋世界，这是我们在德州这么久第一次来到这边。吐槽一下，这边停车费很贵，最便宜的要34块钱。我们买了金卡的会员，他除了付停车费之外，他还会分时间来送票。进来过安检之后，实在搞不懂要去哪里换金卡送的 gas ticket。后来发现在服务台或是 kiosk 都可以换，另外还有附赠一次拍照的服务。这个项目是我在 kiosk 机器里按错选项跑出来的服务。进来先带瑞来做他最爱的 ride， 他以为他又不到身高，又偷偷的在垫脚。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看出来今天有多冷，温度大约是-3度左右。就在爸爸带蛙乘坐各种 ride 的同时，妈妈我也没有闲着，我们有加订一个小孩的 dining plan， 他出来的分量其实跟大人差不多，虽然都是垃圾食物，但90分钟就可以拿一次，对有小孩的家庭是一个方便的选择。瑞瑞就边吃边看小白鲸的表演，小白鲸真好可爱。另外今天里面还有 Muddy Grace 的活动，大家都装扮得非常的华丽，这边的芝麻街也穿上了 Muddy Grace 的服装，非常的可爱。拍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前往海狮区来看海狮表演。最近呢，我们家看了很多鲸豚的纪录片，我们真的是非常喜欢虎鲸，所以我们来这边，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来看虎鲸的表演。我们用 dining plan 换完餐之后，就来到这边边吃边看。他们真的是一个聪明又有灵性的动物，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智慧。结束后带蛙喂一下 flamingo， 然后我们就准备来看今天最后的一场游行。这边游行长度虽然没有很长，但人偶互动性很强，瑞瑞在这边玩得非常的开心。与各种玩偶互动完后，我们就准备到了回家的时间啦。